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气运联盟赵柯。第一次来贵阳。那这次来感觉贵阳怎么？感觉贵阳群众们非常热情，然后感觉非常能喝。用您的一首歌来形容贵阳，你觉得是哪首歌？我觉得是《没理由怪你》吧，因为大家都太能喝了，然后我也没办法怪他们。对。下一个音乐计划是什么？会有新歌要出吗？对，然后大概是八九月份，然后会有一张专辑。我有吃过，但是我可能接受不了那个味道，就是因为有一点冲，然后吃完以后说话之类的，嘴巴会有一股味道。那你有就喜欢的贵阳的美食？我们昨天吃了那个酸汤的一个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非常好吃，还有牛骨髓啊之类的那些。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贵阳的天气？热情、兴奋，还有豪爽。你觉得贵阳的天气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，现在这个时间段，然后我来贵阳其实是不是很热的，就是没有太阳晒的就是爆热那种。啤酒与音乐，这个夏天爽爽贵阳给你清凉一下。